小编掐指一算，周深从二月初结束时光音乐会爱的录制，到现在马上进入三月份了。周深除了去了趟北京待了几天，去了趟广州待了一天，录了个舞台，就没有任何其他消息了。按他现在的知名度和内卷程度，肯定不可能在家躺平，要么就是泡录音棚，可能在录制二专，要么就是在工作室忙工作相关。也就是说他忙了20多天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忙啥。保密局局长工作做得也太到位了，好像是二专的收尾，同时这20多天一直在上海公司。那么小编认为录制二专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时光音乐会二已经收官，让我们盘点一下周深参加时光音乐会二的9大造型吧，让我们回忆周深的音乐时光之旅，以及带给我们的搞笑时刻。